看看像不像面包啊，自己炸了啊。炸之前的话咱用那个盐给它稍微腌制一下啊。哟去，看一下咱这个带段。反光一点啊，老铁们，看质量说话啊，啥都不说，直接开喽。特别的香，特别鲜啊，肉特别嫩。看到没？直接下手了，都是肉。太过瘾了，看到没？两边炸成金黄色，就 OK 了，特别好吃。